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セーパカク。クアイチェホシニ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哎，阿呆，我们要不要改节目名称啊？我觉得不是老师推车，妈是老师硬闲车。我们真的有在推吗？偶尔推，偶尔不推，大部分不推。很多酸不是啊，这个观众朋友啦，都会留言说，看、啊、那这车评都不专业，还是我们以后改成这个老师不专业开箱？不要说自己专业就没事了嘛。而且干我也没有说我自己专业啊，自己买回来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开起来的感受，对不对？啊，我喜欢不一定你喜欢啊，你老婆我也觉得很丑 啊，不是啊？啊，这大家口味不一样啊，奇怪，好不好？要不然现在疫情，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拍片给大家看啊。阿赖，你知道我看我的存款，剩下的钱已经够我过下半辈子，前提之下我下个月必须死。啊。刚才很苦，我们还是要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不管推不推，好不好？我们的小资不专业开箱。今天来到现场是2013年的 BNW118D， 好、哦，当初它这个有187的嘛， 187就是没有屁股的，这个应该是182， 182就是有小小的短短的屁股，小屁股古贝，然后这个柴油的四缸，143匹马力、哦、那有 30.6 公斤米的扭力，而且它这种扭力都是1750 RPM 就有了，很早很早很早，这是柴油车的特性，扭力很大，而且输出很早、哦、就是很快就是冲刺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啊？这个详细的资料放在旁边给大家参考，车长是4.3米啊，没记错的话，车宽是1.7米，然后轴距是2.6米，车高1.4米，车重1375公斤，唯一最记得是它的车重。这个车重搭配这个柴油引擎，搭配它这个2660mm 的轴距，开起来是非常的驾轻就熟。当初它这个有三个等级，149万的是118D 的首排款，据说不超过100台，我印象中是50台。那个观众朋友很厉害，会帮我们指正哈、哦。然后再来是159万的现场的这台118D 的古贝，然后是自排款，最后有一个266万的。135M 3.0，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开过 135M， 后来我那台车我开的时间非常短，我开 135M 前一台是 335CI， 就是192专门的，我觉得车头太长，轴距太好大，开起来觉得没有以前 BMW 流利的感觉，因缘际会收到 135M， 然后我就换 135M。 好，来了，问题来了，太短，空间太小，重点是双离合器，我最讨厌的双离合器，尤其是在2013年左右的双离合器，所以那个算很早 BMW 使用双离合器的一台车，后来那台车我开的时间也很短，我就卖掉了。好，所以这个车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开过，不过是 135M。 我其实很讨厌187的那个大灯，因为我觉得它很像MOMO，很像桃子，我不会讲哎、欸，我不知道，我觉得看起来就小小的啊，不过这本来就是小台的一系列嘛。哎、欸，这个颜色是深蓝色哦，你拍得出来吗？对，这个是 BNW 的一种很接近黑色的深蓝色。我跟你讲，其实有蛮多车友喜欢 BNW 这款深蓝色，晚上你看都是黑的，白天光线折射会有带一点蓝色，搭配的是这个2154517的胎圈，到135的话就是18寸的。来来来来来来，无窗框的玻璃。双门的精髓就是这个无窗框的玻璃。哎、欸，之前讲过了嘛，哈，我觉得这个无窗框的玻璃，只要你把这个玻璃摇下来，打开门，哈，扶着这上面，帅。我那时候二 GC 的，我讲过这边是尖的，这个就没有了。我跟你讲，一系列 Coupe 一定要加这个小尾翼，小鸭尾。阿丹，你在路上有没有看过没有加这只的？有告白，停下就白，好，所以一定要加。还有再加上 MOMO 排尾灯，看一下这头。头尾都这样短短圆圆的，而且啊，其实这车当初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侧身的线条真的怪怪的，明明感觉应该要削下来，结果又哎，个通起龟出来，感觉就有点怪怪。我是不喜欢拿、啊、这主观的嘛哈、啊，车主喜欢就好了。啊，后面后车厢的大小哦，哎，电瓶在这边，有没有大电瓶？然后这个是它的本来的中控，它摆一个置物盒。前车主现在已经升级一个倒车显影的萤幕，还有卫星导航。可是你看哦。这都黏黏的、哦、你摸摸看哦，很黏呢。对啊，这有环保材质的问题，我们去内装看一下它的环保材质。好，你看它的中控换成这个，一发起来，阿呆，你有没有觉得搬家公司来了？对，很大声，对不对？嗯。而且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这一台啊，里程数才55000而已，其实跑很少，
进来里面还有很强烈的新车味，有没有发现？然后它当初这个是有一点 M 版，M 版的方向盘，打洞的真皮打洞的方向盘，它这个有点假 M 版的椅子啦，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字样。以前旧型的有没有 M 版的判断方式就是 A 透支吧，有没有这个腿靠支撑？好，然后这个我最欣赏的啊，抓皮折皮纹，我记得我们那台小姐姐是不是有这样？对啊，这时候就折皮了。它是有立体感，它不是说整个平面然后有纹路哦，它这个是有浮起来的哦，是现在才改成平面的哦。然后当初我的 135M 也有这个，我很喜欢这个，这个应该是选配的一个杯架，这很帅哎，哦，可以扛两哎，哦，啊，这也在扛槟榔杯啊，不，没有吃，没有吃哈，没有吃，吃槟榔有害健康，要上警语好不好？我看还有什么哦，黑天棚 M 版的，还有黑天棚。比较旧型边那边，它天棚如果是米色、米白色，那个都是通常都是没有 M 版，包括这个 A 柱。然后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后座吧，这刚刚我开来的位置，它都没有电动椅，全部都是手动，高低前后都是手动的。感觉后面可以坐吗？它这有 ISOFIX 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车用它是 ISOFIX 怎样。先把这個往前，把小孩抱上来坐好，绑好，然后再把它推回来这样。你有小朋友，你会开这个吗？还是说先买了这个车，后来才有小朋友，最后断舍离之间，好难以割舍的状况之下，只好把小朋友送给别人。啊，是这样吗？因为他还是台车，只好把小朋友送给别人了。我的脚一直顶在前面哦。但你看这边的哪能坐人呢、啊？你拍得到这边吗？拿来我拍给你看。看这哪能坐人？啊，那边要坐人。他在立体家，你个镜头的有无？啊嘞，那边要坐人，很难坐人呐、啊。哦，看这么坐。看一下，可以加薄片。看这椅子很酷，可以这样。为什么？没有，搬起来就这样啊。拍谁啊？我哎呦，这高低啊！拍谁？我以前那个都全电动的，所以我搞不太清楚这台车的配备。干，这怎么前后了？看，前后里的。对啊，右边的啦。然后我被打。没了，讲完了。内装那么简单，简洁有力。看一下引擎室啊。哦，加了一根拉杆。其实你看哈、哦，那时候 B N W 坐的车打的胶还比较漂亮，你过来看，好、哦，那时候打的胶其实都比较漂亮。什么胶？童梦，童梦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屌，跟来生缘一样，有没有那种感觉？童梦、启梦啊，以前那个书包，国中的时候书包都要弄虚虚，然后写来生缘、追梦人，以前都是背带上面要写啊，涂颜色啊。你们用背包了是不是？学背的学校公发那种，对啊，叉叉国中这样。然后以前有一阵子流行是要弄很长，背在屁股这样。我们是很短。啊，有一阵子是要弄很短。你看没？赶快就蓝蓝的，看有没有色了，有不？现在看国中生，我们看到觉得很背吧？啊，我想 你以前是这样啦。我那时代还没有手机，我后来发现后来国中生很喜欢怎样，你知道吗？你家囡仔规定的啊，别公园啊，你在冲啊小，然后手机要放音乐放很大声，你有没有遇过？大家放。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那个时代看到的小朋友是这样啊，但我年轻的时代没有 MP3 啊，我们那个时代是出去郊游、校外教学，我是一台收音机装大电池，后面要装4颗至6颗，放 LA Boy 安尼排掉诶，去风景区有没有？哦，那么走。哦，那么走 ，Come on, come on, just about to move。哦，那么走，哦，那么走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just to move。哇，看那、要拿一台手提的 ，Sony 耶，哦 ，Sony 啊，被那过江诶，还是啥物，歌林呢？哈哈，提歌林的 Sony 就歹啊，哦，爱提进口诶 ，Sony 诶，哦，安尼拍放歌，国中是王杰 ，LA Boy 应该是差不多高中了。干，怎么讲到这边？好，它这个大包还蛮漂亮的。这应该是 M 版的吧？我看一下后面。那 Kiki， 谢谢谢谢。游览车司机拿冰水给我们，应该是知道我们吧？知道吗？应该吧？要不要先拿水银针试看有没有毒？啊，刚才我底下困中岛，你底下去黑叫。哦，原来是这样。他本来车上困中岛啊，你底下去黑叫。好不好？现在游览车司机很辛苦啊，这个大家要加油一下，好不好？好想阿呆存款不存的钱够他活下半辈子，前提之下明天必须死，过了明天撑不下去了。啊，出去试车走。好的，我跟你讲，我发现哦，我开车的时候脚都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椅子都习惯放到最低，因为放高我会很有压迫感，我又不习惯这样，所以。今天我也看看多少 G 的去加麻烦，它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前后上下四向的，啊，大大 Q 了，我昏你忘。
不过至少不是双离合器，它是六速的手自排的，开起来不会有那种顿挫感。30公斤米的扭力，这长了一个枪啊，好不好？哎呀，顺。其实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我真的不太喜欢买双 B 柴油车。哦，那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做的不好或是什么，就是它那个发起来那个哒哒声，我会觉得说我开一台双 B， 然后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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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干好没有质感了。然后还有那个味道，我曾经开柴油车在停车场有没有？然后旁边的那个别的车主停好车的那个女朋友有没有？就一副这样，哇，你知道我要表达的那种态度吗？就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车很臭还是什么，你知道我有遇过这样，所以我对于这种感觉不太好。哦啊，不是说它难开或什么，其实很好开。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柴油车千万不要买手牌的。我当然知道这一批车当初有手牌的嘛，可是柴油车我的建议啦，如果假设你要买 118D， 不要买手牌的。手牌的柴油车没有办法拉转速，因为它转速很低。你看现在哦，油门一踩2500转，哦，它现在是2500转就换挡了。你最多拉2500转，差不多了，了不起3000，所以你很快就干换挡，换挡你就会很忙。人家自排车已经2档、3档、4档、5档、6档一直去了，然后你还在一直排档。所以我之前都很建议说，这种柴油车哈，你不要买手牌，因为它开起来会让你觉得很像在开货车，货车就是这样高扭力嘛。哦，载货，所以它很频繁的需要换挡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受。不过柴油车哈，省钱是真的。它这个官方公布的数据哦，1公升是11点多，跟15点多，跟19点多啊。高速有19点多公里的一个表现，然后15点多是平均的哈。所以它这个再加上它这个油耗是柴油的价钱啊，它油钱更便宜，然后它也够省油。那唯一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坏处就是味道跟声音。下一个就是柴油车，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我该选择柴油车还是汽油车？如果你的使用需求是你会常开高速公路，好，高速道路，然后你会这个喜欢偶尔大脚油门一下，好，然后你的距离够长，你可以开柴油车。但是你如果绝多数都是在市区使用，是很偶尔才会上高速公路的这种使用程度的话，我会建议你要买汽油车。好，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主要是它的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好，你如果有常这个让它高速运转，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每间车厂时间不一样，它就会开始做这个触媒转换，把一个杂质啊排放掉，碳杂质排放掉。所以你如果常开市区的话，你会很容易积很多碳，然后你要常去清洗，然后严重的话，你连你的进气歧管啊，好，你的阀门啊，全部都粘死。那很恶心，我之前买过一台 120D， 哇，那车超烂，那车主还跟我们换车，那台车烂到不行，外表烂，引擎烂，什么都烂。好，那台车最后送去拍卖，它那个里面就是怎样，开起来很不顺，因为它的节气门的开度都受到影响。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柴油车很神奇？我们在原地发起来的时候哒哒很大声，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开在高速路，你是不是就听不太到那个柴油的那个哒哒声？几乎没有。对啊，就很像汽油，对不对？哦，就是你怠速在那个速度慢的时候，或者是你开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的时候，特别，对，讲到这个，我刚刚讲说那个在停车场被人家嫌恶的脸，还有一个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开到一个朋友家的巷子里，或回家你自己家是住在一个很安静的巷子里，厝边头尾拢知你回来，哇，一种尴尬。不过它隔音意外的还不错哎，内装也没有什么很多余的杂音哎。因为我那个 135i 我已经是大概应该4-5年前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对它的隔音啊跟那个噪音隔绝的那个印象很薄弱了。而且我觉得现在车进步太快，有时候会跟不太上。不过蛮意外的是以 BMW 来讲的话，它这个方向盘算轻的，它这个方向盘其实路感没有那么明确，没有那么重。然后 BMW 一直有一个很奇葩的设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室内循环的按钮，这按的车子会跳室内循环，在那边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要设计一个这个。好，然后那个时代它的中控就是按钮都是在中间，每一台都一样，都在这中间。我记得146那个时代连电动窗都坐在这边，好像是146吧？看他妈记忆又来差了。146在中间。对，我记得好像是在中间。他后来才都改到门边来，所以对我来讲哦，我觉得这个一系列的古贝啊有点尴尬。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开一系列觉得太小，你看我跟阿呆的距离就其实蛮近，然后这个三系列我觉得太大，所以我最后才选二系列。好，我觉得它的大小是我符合我喜欢我需求的大小。所以车价也不错嘛，它1、2、3、4、5、6、7都有哈，还有8，所以你都可以从里面选到你自己喜欢的 size。哦，讲到双门车，对，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业界小小的一个 mega。
阿大，我问你哦，宾士好，假设 C Class，你觉得是四门比较保值还是双门比较保值？四门的吧。对，那三系列的双门保值还是四门保值？你会这样问，就是双门的。对，这个是相反的，很多人会以为一样。我告诉你，其实 B N W 是双门的价格会比四门好。你想想看嘛，192的价格一定会比190保值，而且卖的速度也会比四门的快，双门会比四门的快，因为 B N W 是年轻人，双门耍帅，我管你后面有没有载人啊，我就是要买一台嘛，我还在乎老爸老母有没有，年轻叛逆。宾士大部分会买的这个年纪族群稍微偏高，它是近几年来有压低一些的哦。依照以往的惯例，宾士其实是因为它的消费族群的年纪比较高，所以它是四门的价格比较保值，双门的通常价格都会比四门的同年份来讲来得差。那最近是有慢慢往上追的趋势，但是还是这个定律还是存在的，这个是族群的问题。比如说 Lexus 算是一个高级品牌，它是很少出双门车或三门车，它的品牌定位就不是要给你拉风的，因为它的定位就是族群就是稳重的家庭用的。这个车就是它一档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象中的有力耶，看我把它拨过来哦，有 S， 它这个拨档可以往左拨，这边会跳成 DS， 对不对？拨过来 DS。我们再开上风雨就5555哎，等一下要不要拍一下？245，好，五个五，哇，大吉大利，今晚叫鸡，不，OK， 现在不能叫哈。其实我店里还有一台520D 的 GT， 我之前是不是一直信誓旦旦说双臂不要买柴油？可是我买两台真的是里程都很低，这台跑5万多，那台520D 的 GT 也是跑5万多。那这种里程数少，里面竟然还闻得到新车味道的车，不买你要买什么车？看到不买痛苦。柴油车其实最怕里程高，最怕它，我刚刚讲都开低速不开高速，你回去车主其实你就会要花很多清洁这些管路的钱。好，所以这个里程数低不一定是好处。好，先跟大家这样分享，还是要经过一个专业的引擎的判断、车况的判断，要不然它那个里程数低，问题是都遭起哭，管路都塞着也没在清，那你其实回来你还是得花一笔钱再去整理。我跟你讲，柴油车爬山就是轻松，你要拼尾数不一定啊，但是爬山我跟你讲绝对不会有问题。再加上这个轴距跟那个底盘设定，以前有一种一系列的 M， 他们叫做 Baby M。Baby M，Baby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嘟嘟是一下下嘟嘟哦，下嘟嘟。啊，看呐，我永远都记不起来 Baby M 吗？小 M 小台的 M 系列，是一个很沙的代名词。这一台是当初第一台在一系列做双门的啦，可是好像后来也没了。下一款 F 四代没有了，所以是第一台是最代的意思。它前一代的一系列五门的更好笑，不是就187啊？你不觉得187啊的那个五门款啊，你把它的那个 mark 有没有？你贴现代的 mark 变什么？你知道吗 ？i30 真的啦。我以前一个朋友哦，很秋，那时候去买一台187五门的手排的130，很酷吧？直列六缸手排小钢炮。开去接你站过户，遇到朋友跟你说：“哎、欸，你签爱三十哦，给他气死了，没多久就把它卖了，超不爽，你知道吗？真的超不爽。你自己想象，如果你是他，你会超不爽哦。不是开爱三十不好，你开台 B N W 被说更便宜的东西，你当然会生气。如果你是车主，会生气。当然我这样讲，你是爱三十的车主，你会生气。好，我没办法都顾到，好，反正大家都生气，我讲什么都不对，看啊。”它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多连杆，所以这个底盘理应是很棒的。啊，这个原厂避震器的设定就很舒服，它可以让你在山路开得很快，而且其实坐起来不会过度不舒服的弹跳感。然后我觉得它的尾巴虽然短短的，但是我过弯的时候，它都可以很精准的跟到我的车头，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就适合一个人、两个人来用，除了省油、省税金以外呢？你真的想要到山路来跑一跑，我觉得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好不好看你们自己那个啦，我是觉得不好看，这个观众朋友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不过这车是好开的啊，超过了啊，开太爽，妈的一直冲一直冲，好好开好好开，一直开啊，没有拍到历史性的一刻，我要继续哇。而且它的换挡很滑顺哦，你完全都不会感受到换挡任何的迟滞啊，或是不顺畅、不适感。我觉得我还蛮在意一个，就是我常常不是在嫌这个双离合器的变速箱，哦，开起来会有那种
啊，比如说蠕动感啊，或是换挡会有一些不顺畅感，对不对？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啊，那是你不会开，你要怎么开？你要开 Sport 哦，你要把它换成手排模式哦，你要把它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开？你不会开。但是我想要表达是说，我只是想要买一台车回来，我开起来很舒服以外，我也觉得隔壁的坐在旁边的人也会觉得很舒服。我只是想要这样而已啊。这也是为什么我遇到双离合器变速箱，只要它的衔接或顿挫或蠕动让我觉得很不适的感觉，我就会一直去嫌它。我觉得说一台车你就是要做的让人家觉得开到它心情很好，好坐的人觉得很舒服，就这么单纯，不一定是要很快，不一定是要多帅，好底盘真的要好到什么程度啊？那有时候都不是硬嫌啊，就是双离合器还没有办法做到让我觉得说有类似这种传统的一种手自排的这种顺畅感，咕溜咕溜的感觉，坐的人也不会感受到你在那边换挡冲，然后在那边跟着你在那边，这最常发生的，你开得很爽，旁边人慢快吐了。然后阿呆就不开的啊！你那么会做节目，你现在应该要反对。在某一天啊，我就开，就等一下，停一下，靠边，然后就下去吐，哇！然后我就接过相机拍你吐这样。看，那我还要吐出来？看啊，观众是嗜血的，谁要看你假干？你有没有点付费去看那个同众宴的那个上面性爱上柏拉图上性爱啊？那就假干啊，看不到东西啊，谁要看看不到？要看到呕吐物啊，要不然为什么人家都要拍呢？为什么？证明是真的啊！虽然都打马赛克嘛，但是最后还要这样，真实。为什么？你都打马赛克，为什么？对嘛？所以要呕吐物，你刚刚问我嘛，要有呕吐物才可以啊！啊，你没吐东西出来，怎么受得了？啊，你如果看一个片子到最后都没有东西，你怎么受得了？他就算让你看不到，他也把它挖出来，你知道吗？我说吐了，我说呕吐要挖出来了，这套路嘛。观众都喜欢看这种真实的东西，就是下次妈让你吃饱一点再来吃。我妈演要演就演最真实的，就是真的吐了。对，就是要真的吐了，没有假的啦。啊，这个2013年的那个我要讲了，2013年的 18D M 版的自排，那市面上的价格应该收购价会在45到50万之间，哦，那卖出来的价格可能会在55到60万这个区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当中这个变速会依照车子的车况啊、里程啊等等回来需要的花费，哦，来做一个递增递减。不过这个车我知道市面上可能也没那么多啦，因为这个车很两极化，喜欢它的人会喜欢，那不喜欢的人觉得看起来就觉得，就像我就觉得屁股怪怪的。好啊，跟观众朋友分享啊，疫情简单拍一个片子，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心得报告。底盘我是不会怀疑，我今天会试这台车哦。底盘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怀疑它底盘，因为第一个我开过了，第二个 BMW 的底盘其实除非它特别烂，要不然你其实试不出什么太不好的地方。再加上你能想象到它轴距是短的，它是一系列，只是它带了一点小屁股，所以你会想开看看。看出它的底盘跟这个没有屁股的差在哪里？那我刚刚觉得差别就在于说，我刚刚在过弯的时候，我感受到它的屁股有一点点的滑动，哦，因为它可能它的惯性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弯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屁股会跟上来？那你如果说是没有屁股的，它就会比较利落，没有东西干过就过了。好，大概比较细微的感觉是这样，不过还是一个很好开的车子。然后第二个我会想要试这个车，除了底盘我们很清楚以外，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柴油的， BMW 的柴油车基本上我也很少买，那这个118的 D 我也是第一次来开，开到这台车况很好，里程很少的，所以我觉得参考价值还蛮高的。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就记得这个订阅分享啊，多留言好不好，开启小铃铛。反正这个我们已经说要浮水面浮了半天了，浮不起来，沉到水底啊，遇到疫情就沉到水底了，好不好，多帮我们分享，下次见啦，拜拜。阿呆，你听过一个笑话？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不是骑摩托车，然后载 女生去，比如说阳明山看夜景。你有没有载过？你都去哪里看夜景？阳明山也有啊，猫空也有。有吗？就初次刚出来约会，还不是很熟。哦，啊，男人问你，啊，你会冷吗？哇，女生就心里就小鹿乱撞。哇，这个好亚萨西哦，好温柔哦。啊，竟然关心我会不会冷？啊，哎，不会啊，不会，还好这样。啊，
啊，那你外套可不可以借我？干热，干啊，屁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听过了。下次要找一个没听过的。这就跟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跟你爸爸说你肚子饿了，好，爸爸可能会说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去买。啊，你如果跟你妈妈讲，妈，我肚子饿了，她说，哎，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对不对？你如果跟你马子说你肚子饿了，他会跟你说，我也是。啊，要不然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干你了，摆明了，他妈的，不是我去。对，干他，对啊，他妈的，大家撑嘛，对不对？大家来撑啊，干的。低価格、加一星肉。